假设 AN 这个数列的通式为 2N 加 3， 试求它的前四项。好，第一项呢 A1 就是 N 要大于1。好，所以我们 2N 加3的地方就是2乘上1再加3等于5。好，那第二项呢就是 A2， 2N 就变成2乘以2再加上3。好，4加3等于7。再来 A3 第三项，2乘上3再加上3。好，326 6加3 9。再来第四项 2N 加3，所以就是2乘以4加3，所以8加3就是11，这样我们前四项就有了。